下午好啊，同学下午好，副委下午好，能看到我吗？应该能看到我吧？今天我们接着讲啊，今天我们接着讲这个格局，今天给大家讲这个才格啊，给大家讲才格。然后昨天这个我们讲完正官格之后啊，很多同学又问了很多比较多的问题啊，一会儿跟大家再把之前的我们的基础知识再给大家串一下，就不知道哪些是必须掌握的，然后哪些就是可以先不用管它，对吧？因为我们昨天讲的东西还挺多的啊，寅申巳亥巳长生，对吧？子午卯酉巳正啊，巳地旺，辰戌丑未巳木库啊。有些同学，尤其是听到我们的这个十二生旺库啊、十干禄绝这些东西啊，比较懵一点的。那、我们今天再把它穿一下啊，再把它穿一下。啊，如贵下午好啊，我们稍微等两分钟，然后我们就开始上课。例会一直在听课吗？能听明白吗？因为我发现咱们很多同学其实没有火炬嘛，有火炬啊，怎么没有火炬？寅午戌是不是三合火呀？寅午戌三合火啊。然后这个四五位三会南方火，对不对？有火局啊，啊，能听明白啊？行，那我们差不多了，我们开始上课。昨天咱们讲的正官格，对不对？讲正官格，然后今天呢，我们讲财格啊。讲财格之前呢，我们这个先看一些基础的东西啊，咱们每节课都带大家去走这个基础的知识啊，基础的知识让大家这个潜移默化的把它记住啊，把它记住。其实命理学里的基础知识呢，就像是什么呀？就像是打个比方，我们给人算命呢，就像是我们在做一个数学题呀。那么这里面的基础知识呢，就像是九九乘法表啊，是不是？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三得六啊，二四得八，就这些东西。你把九九乘法表啊掌握了之后呢，那你再去做数学题呢，就事半功倍了，对不对啊？就比较简单了。一会儿呢，我也带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基础知识，哪些是大家一定要掌握的啊？掌握了之后呢，对于后面的我们的课，你理解起来啊，或者学习起来就更轻松了啊，更轻松了。我们先说这个食神的相生啊，还是走一遍，我们从哪里开始？从比肩劫财开始，对不对啊？比劫生食伤啊，食伤生财，财生官煞，官煞生印，印生比劫啊，转一圈啊，又转一圈。这个相生相克呢，也是从比肩劫财开始，对不对啊？比劫克财，财克印，印克食伤，食伤克官煞，官煞克比劫啊，又一圈，对不对？然后六亲关系啊，也是要掌握的啊，也是要掌握的。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八字，见到里面这些啊食神，倒腾来倒腾去，就是这个食神，对不对？它哪个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就不带大家挨个去啊走了啊，不带挨个去走了。咱们已经讲很多，然后食神的里面的关键点，对不对啊？正官格的啊，比较温和的啊，七杀的比较爱惹麻烦的，惹是非的啊，正财。比较简朴的端正的，对不对？偏财的啊，慷慨的，冒险的，爱创业的，对不对啊？又好面子啊，喜欢讲排场的这一类啊。正印啊，谦虚啊，礼貌啊，谦逊啊，这一类的。偏印呢啊，艺术性的啊，包括这个啊伤官格，其实在艺术性方面也有一定的体现啊。食神呢就比较宽厚一些，比肩散漫一些，对不对？劫财呢啊，护己，保护自己啊。然后十大格局都有哪些呢？昨天咱们讲，
正官格啊，正官格分为这么三类啊，一个顺用，一个逆用，还有一个特殊格局啊。顺用的就是正财啊，偏财，其实正财偏财在格局里面他们俩是一类啊，正财格和偏财格是一类，都统称为财格，顺用的。正印呢也是顺用的，正官顺用，食神顺用。那么还有一些逆用的，比如说七杀啊，比较凶一点的，伤官也比较凶一点的，对不对啊？伤官克官，对不对？伤官克官煞，还有一个偏印啊，枭神，这都是逆用的。那么还有两个特殊一点的啊，阳刃和见禄。因为很多同学说这个啊，我排完取格局，我发现我这里面比肩很多，是不是？或者说是啊，劫财很多啊，没有啊，取不到格。其实这里面呢有两类特殊的啊，比肩对应的就是这个见禄格啊，阳刃呢对应的就是劫财格啊，劫财格。好，然后我们接着看啊，什么叫顺用，什么叫逆用呢？顺用就是说，我们这个你一旦成顺用格局，这五类呢，就是只能啊生你服你，不能怎么样，不能反克啊，一旦被克啊，你这个就要出事啊，就要出事。逆用的呢，啊，实为顺逆两用，就是可以生你服你，也可以克你抑你，对不对啊？克制一下啊，泄一泄你的力都可以啊，都可以。那么这是可以反克。取格局的，我们也简单回顾一下。一共就这么几类，对不对？一共就这几类啊。第一种呢，天透地藏啊，天透地藏啊，其实呢是以月柱为优先啊，以月柱为先。我们看月柱地支，就月令这个位置，它一直很特殊嘛，对不对？如果这个地方啊成格局的啊，比较好看一些，但是大部分人可能在这里他不成格局，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因为到了我们现代又把这个范围给延伸了，以前人寿命短嘛，所以他比较注重20岁30岁这一段时间。那么现代人寿命长了，平均寿命80岁了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范围给扩大啊，把格局给拉长。因为现在人到了50-60岁依然可以做事情，对不对啊？啊，又连上了。好，我接着说啊，我接着说，应该是断了一下啊，是不是断了一下啊？等你们一分钟。嗯，是断了一下是吧？现在好了啊，现在好了。我们接着说啊，那么。李金峰说来晚了，没事啊，我们刚开始还是在回顾之前的啊，回顾我们之前讲的东西。因为这两期我们这个讲下来之后呢，我发现很多同学问题很多啊，问题很多，尤其是讲完我们的这个12生旺库，对不对？然后又讲完我们这个取格局，你感觉这个难度一下上升了啊，然后有点不知所措啊，不知道哪些啊必须掌握，一会儿跟大家再啊，详细的聊一聊咱们之前的东西，哪些啊是一定要掌握的，好吧？然后这个天透地藏啊，也很简单，对不对？天干上面有，然后地支里面有藏，两个呢，如果用线一划的话，你就像看我这个鼠标这个啊，可以用线连起来的，上面有，下面有，这就叫天透地藏，这就叫成格啊，成格。以前总讲这个成格者贵，对不对？成局者富啊，成格指的就是天透地藏这种，这叫成格。成局呢，啊，就是在地支里面的，对不对？三合三会成局啊。那么这个成格第一种啊，取格方式啊，取格方式就是天透地藏，比较简单，对不对？像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它月柱上面啊偏印成格，然后又引到哪里啊？在时间性上面又引到石柱的地支，一直到他晚年最后啊，他这个啊也在做事情，对不对？这意味着他晚年最后啊可能也没法退休，对不对啊？名义上退休了，65岁啊，我退休了，但是呢一直在也在做事啊，啊也在做事。这个就是啊天透地藏成格啊，天透地藏成格。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啊，三合三会啊取格局，对不对？你发现一个八字啊，我看下来这个啊没有天透地藏啊，没有天透地藏，或者说啊天透地藏和三合三会啊重叠了。比如说我们这个里面的例子，它在年柱上面伤官，是不是年柱天干也有，年柱地支也有，它两个其实是重合的。它重合之后呢啊，以哪个为准啊？当然以三合三会为准，因为三合三会的力量
是最大的，对不对？大于天透地藏。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按三合三会来取格局啊，来取格局啊。月华没事啊，我们接着听就行，好吧？三合三会取格局呢，一律取偏啊，一律取偏。之前咱们有同学还有疑虑，对不对啊？说这个啊，这个取偏，食神和伤官哪个为偏啊？就搞不清楚。那其实呢，我们从顺用逆用，大家应该也有点感觉，对不对？所有的取偏其实就是逆用的那几个呀，对不对？逆用的那几个啊，比如说伤官呀，啊，七煞呀，啊，偏印呀。那么这三个就是啊，所谓的取偏了，对不对？还有，当然还有一个偏财，虽然偏财啊是顺用的，对不对？还有偏财，那么就这几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劫财与阳刃，对不对？阳刃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啊取偏的几种啊，取偏的几种。昭容，我们接着听课就行，好吧？我们再回顾之前的。讲的一些内容啊，讲的一些内容，这个就是三合三会取格局。三合三会一共就几种啊，一会儿带大家去回顾啊，回顾。那么第三种呢，第三种啊，除了这么长，除了三合三会，还有一个什么呢？四见，对不对？我看一个八字看下来，天透地藏没有啊，没发现，找了两圈没发现。天透地藏怎么找啊？你就看三个天干吧，对不对？除去日主，还有什么年柱天干啊，月柱天干，然后这个日柱啊，这个时柱天干，你看一看这个，像我们这个例子啊，年柱天干是人啊，人你往下去找一找，找到了吗？没有啊。下面地支所藏啊，辰巳，对不对？这几个没有藏人的啊，没有藏人的，也就是没有啊，也就是没有。天透地藏人就没取成，那甲呢有没有啊？你一看啊，也没有。啊，甲也没有呢。你再看这个最后面这个时支啊，时柱天干啊，这个人啊有没有呢？也没有，对不对？也没有。那这个就是没有天透地藏，对不对？没有天透地藏，有没有三合三会呢？你看下面啊，辰巳啊，有三个辰，这个三个辰都是土，是不是成土局啊？啊，不是啊，不是。那么这里怎么样成土局呢？下面四个字啊，四个地支啊，为辰戌丑未就成土局了，对不对？辰戌丑未啊，你说它四个都是辰，成土局也不成啊，也不成。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看呢？我们就去看啊，它这四个柱里面有没有一种五行啊，金木水火土啊，哪一种啊？它这种五行呢，既透出天干啊，又在地支里面有出现的次数啊。大于等于四，那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四见。那为什么可以这样来取呢？其实我们取格局取的是个什么呀？就是有一种五行啊，它是你的整个的啊八字命局里面的一个大多数啊，大多数它的力量就比较大。其实我们看的是一个力量，大家往回去回想，我们说三合三会，说天透地藏啊，这一类的是不是都在说它的力量啊，对不对？当你找不到这种力量特别强的时候，那我就去找一个大多数呗，对不对？我看这个四见啊，人多势众啊，所以呢按照四见来取格局。四见取格局也是一律取偏的啊，一律取偏的，好吧？然后这个好，我看这个副尾的问题啊，天透食伤，地藏食伤伤官，天透啊食神，地藏伤官，伤官是不是都是伤官格？你第一个天透食神伤官，地藏食神伤官啊，我们要去看的，它里面有一个时间性的问题，对不对啊？它藏的位置不一样，它有可能三十岁以前食神格啊，三十岁以后伤官格，对不对啊？你第二个，你说天透食神，地藏伤官，伤官是不是都是伤官？第二一个，我们说它天透食神，地藏伤官，伤官，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下面要跟大家说的啊，就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就叫勉强取格局。你像你说天透食神，地透伤官啊，地藏伤官，那它不是天透地藏，对不对？我们勉强也可以取啊，也可以取啊。只有天透地藏是食神才是啊，对，只有天透地藏都是食神才是食神格，这样理解是没有问题的，好吧？然后我们接着说啊，这个是四见啊，四见取格局。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叫勉强取格局。
什么叫勉强去格局呢？啊，我们总说这个格局，格局，格呀，啊，就好比说一个人啊，这个人啊，没有这个，你看他八字看下来，哎，怎么不能啊，没有格局呢，对不对？这个人啊，没有格呀，不太好，对不对？啊，那怎么样？啊，勉强来取，勉强取的时候呢，也有条件。第一个呢，我们看下来，它里面没有天头地藏啊，找了半天没有啊，没找到，怎么办呢？再看有没有三合三会，你看下来，哎，也没有三合三会。第三条啊，有没有四见呢？你看啊，也没有任何一种五行啊，出现了四次及以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试一试，勉强给它取个格局。那怎么样勉强来取呢？像我们这个例子啊。月柱天干正印，对不对？然后时支呢啊偏印啊，时支偏印，这种情况呢，你像别的我们当然也要参考其他的地支啊，去看它别的力量的强弱。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如果勉强取，怎么取呢？勉强取为正印格，就是他三十岁以前呢正印格为主，晚年呢偏印格为主。因为这个正印偏印啊，正印偏印都为印嘛，对不对？如果你换成财也可以啊，换成官杀啊也可以，也可以。这个就是勉强去。当然，我们说这种啊看起来也比较麻烦一些，这种所占的比例在人群当中的比例也是非常低的啊，也是非常低。通常大部分人，我们通过前三种啊都能取到了啊，天通地藏、三合三会、四见基本上都能取到。像这种的啊太少了啊，太少了。OK， 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啊。然后我们接着往后说啊，这里呢给大家看了一个，说是这个命理学的啊一个四大基础啊，四大基础。因为昨天咱们讲完啊，尤其是讲完时势旺库啊，讲完旺衰啊，讲完这个格局之后呢，很多同学啊问题比较多，然后这个啊也纠结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地支藏干我要不要背呀？啊，地支藏干到底从哪儿来呀？啊，四正是怎么回事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木库是怎么回事啊？啊，这个时干禄绝是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啊，今天呢跟大家这个统一的来讲一讲，就是我们整个的在我们的这个命理学里面啊，有这么几个东西是需要大家去掌握的啊。第一个呢叫做食神生克啊，咱们每节课基本上都会跟大家去走一遍的这个东西，对不对？食神生克。第二个呢叫做一个刑冲和会啊，就是我们打牌的规则，对不对？打牌规则。然后第三个呢，时干禄爵，所谓的时干禄爵就是十个天干的禄位和爵位，也就是最好的位置和最不好的位置在哪儿，十二长生，对不对？十二生旺库的内容就是这个时干禄爵。那么还有一个六亲定位，什么叫六亲定位呢？就是每个时辰在家庭关系里面它代表着啊什么，对不对？正印为母啊，偏印啊后母啊，就这些啊，就这些。我找一个位置跟大家啊走一遍啊，稍等一下，换一个窗口。跑哪儿去了？四大格局，诶，我的这个叫什么？记事本。稍等，我再新建一个记事本。找不到了呢，直播间设置，你们现在是不是看不到了呀？啊，这里 OK， 我们切到这个记事本上跟大家一块写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还是挺重要的啊，挺重要的。OK， 现在你们切到这边了，对吧 ？OK，
云深四海四长生什么意思？好，我们刚好今天跟大家这个聊一聊这些问题啊。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啊，看一下你们的窗口里面显示的什么东西啊。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啊掌握一个啊，第一个叫一个这个食神生克是吧？食神生克，我觉得大家其实大部分人都掌握了，对不对啊？我们这个相生的第一个，这个从比劫开始，对不对？比劫啊，生食伤，对不对？然后食伤生财，然后财生官煞，对不对？然后官煞生印，然后印生比劫啊，印生比劫，这是相生的。那么相克的呢，我们还要从比劫开始，对不对？比劫克财，然后财克印啊，印克食伤，食伤克官煞啊，官煞克比劫啊，这就是啊我们第一个啊需要大家去掌握的基础知识，就是食神生克。那么第二个呢啊，叫这个刑冲合会，对不对？刑冲合会啊，我们挨个来看啊。我们先说刑啊，那么刑大家怎么记呢？它里面我们说昨天跟大家讲这个寅申四害啊，四长生，对不对？它是什么意思呢？啊，它是什么意思？昨天我记得有个同学还单独问我这个问题啊，寅申四害四长生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呢？我跟你们这样说吧，比如这个寅啊，寅为谁的长生？寅为火的长生。他说的是啊，五行的啊，五行的十二生旺库啊。五行的十二生旺库里啊，长生的位置在什么呢？寅申四害啊，寅申四害。那么怎么讲呢？比如说火的长生啊，在寅，对不对？火的长生在寅，然后我们依次往后数一数，长生下一个是木玉，对不对？木玉是在哪儿？在卯，对不对？所以火的长生在寅啊，木玉在卯，然后下一个是什么？长生木玉冠带，对不对？冠带在辰啊，然后灵官在巳，对不对？然后地旺在午嘛，对不对？长生木玉冠带灵官地旺，那么再往后走呢，就是衰病死木绝了，对不对？那衰在哪儿？衰在胃，对不对？衰在胃啊，病在衰病啊，病在这个身，对不对？病在身啊，死衰病死在酉，然后衰病死木啊，木在这个木，这不是出来了吗？身有虚，对不对？虚是不是为火库啊？我们说的这个虚为火库啊，衰病死木绝，然后绝在哪儿呢？绝在这个啊，身有虚害，对不对？绝在害啊。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四长生，寅申四害。那说了，我们只说第一个，就说这个寅，对不对？寅为火的长生，也就是火在寅月开始有这个苗头了。寅月不是每年第一个月吗？春天，对不对？那火是什么？火就是夏天嘛，对不对？火是这股阳气啊，它在寅月的时候啊，慢慢滋生出来了，越长越大。到了什么时候长得最大？到了五月，地旺在五啊，灵官在四啊，四五位是不是夏天？所以它在四五位的时候啊，长得比较大了。然后到了秋天，然后又慢慢的下去了，对不对？慢慢下去，到了哪一个月？到了
虚月，也就是秋天的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它就入木入库了，对不对？就藏起来了。这个火种相当于从出生到最后灭亡到库里面，对不对？那绝在亥啊，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就绝了，就绝了，就没有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呢，就是火的一个啊生长发展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谓的十二生旺库和我们这个五行里面讲的旺相休囚死其实一回事啊，其实一回事，就是一个五行从生到旺到衰到死到绝，对不对？它是一个过程的。那么寅申巳亥巳长生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火的啊长生在寅啊，在寅。那么这个水的长生在申，对不对？然后这个啊金的长生在巳啊，然后这个木火金水啊，还有个木是吧，木的长生在亥啊，木的长生在亥。这就是所谓的寅申巳亥巳长生啊，巳长生。那么辰戌丑未巳木库是不是也一样了呀？辰戌丑未巳木库，那刚才我们说这个火的长生在寅，我们一直往后数，数到它的木是在戌这个位置，戌月这个位置，对不对？十二地支里面。那么如果说我们按水也这样去数的话啊，水的木库就在辰，对不对？在辰月啊，在辰月。然后金的这个木库在哪里呢？在丑月。然后这个木的木库在未月啊，在未月。这就是啊，这个巳长生哈，巳木库。我把这些给它擦掉啊。这样说大家应该理解的更清楚一些，对吧？还有一个子午卯酉，对不对？子午卯酉是这个四地旺啊，四地旺。那么这里面呢，长生木库加地旺三个加起来就会形成三合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先说这个刑冲合会里面的刑啊，我们这里面的刑啊说到哪儿了呢？从这个长生开始啊，我们说寅申巳亥巳长生里面有一个三刑是什么呢？寅巳申三刑，对不对？寅巳申成三刑，还剩下一个没用到的，寅申巳亥还剩一个亥没有用到的，亥是不是自刑啊？对，还是自行。然后我们说辰戌丑未巳木库里面又有一个三行在里面，是不是啊？丑未戌成三行啊，还有一个没有用到的啊，是哪一个？是这个辰，对不对？辰没有用到，辰是自行啊，辰是自行。那么子午卯酉啊，四地旺里面啊，子卯相刑啊，子卯相刑还剩下两个啊，没有用到的哪个呢？一个午，对不对？午是自刑，然后一个酉啊，也是自刑啊，也是自刑。那么这样，我觉得大家记忆起来可能啊好记一点，是不是好记一点？这个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巳长生、巳木库、巳地旺啊，得到了我们的三刑啊，得到我们这个整个的里面的刑吧。那刑呢，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合，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三合三会从哪里来呀？是不是也从巳长生、巳木库、巳地旺而来呀？那这里面的三合呀怎么合的呢啊？也是，其实也是五行的啊，分别取他们的长生位啊、地旺位、木库位，三个加起来就是三合。那么我们啊挨个看一下啊，先说木吧。比如说这个亥为木的长生，对不对？卯为木的地旺，然后这个未呢为这个木的这个木库，对不对？那么长生加地旺加木库就是亥啊，加卯啊，我给你打一下啊，加未，对不对？亥加卯加未，这不就是啊亥卯未啊三合木嘛，对不对？三合木啊，
其实说的也是木的一生了，对不对啊？你地支里面出现三个亥卯未，就是从最开始刚刚长出来，一直到最旺，一直到最后入库，那他的一生都在你这个地支里面，他能不旺吗？对不对？也就是三合木了啊，成木局了，这就是啊三合的一个来历啊来历。那么相对应的，我们说这个三合里面除了亥卯未，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寅午戌，对不对？啊，三合火啊，寅午戌三合火，还有这个巳酉丑啊，三合金啊，申子辰。三合水啊，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一样的。我给大家留一个在上面啊，亥为木的长生，卯为木的地旺，未为木的木库啊。你比如说其他的，你再去推啊，寅午戌三合火，那寅是不是就是？你写一下，你们再推一个，寅为火的长生，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午呢为火的。地旺啊，地旺，然后这个戌呢为火的木库啊，那么寅加午加戌等于什么呢？寅午戌三合火，对不对？这就是三合火啊，这来历。那么其他另外两个你们自己下去可以推一下啊。然后我们说到这儿，哎，我这个挡住了是吧？啊，这里挡住了啊！我把这个，我看怎么调一下。啊，我倒着写吧。刑冲合会，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倒一下啊。时辰生克啊，刑冲合会。OK， 我们在上面写啊。那么第三个啊，我们跑到上面来了。第三个啊，没有，还没有到第三个。刑冲合会，我们说到合了，对不对？说到合了，下面说到会，对不对？三合三会啊。那么三会是什么呢？三会好理解一些，对不对？三会好理解一些。哎，合我们还没有说完啊，说完三合还有六合啊，还有六合。那么六合呢？啊，大家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带你们走一遍啊，一共就这么几对，对不对？它在水平位置上面啊，它是一个这个相合的关系。比如说这个啊，子丑合，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啊，这个寅亥合，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卯戌相合啊，然后这个。辰酉相合，然后这个巳申相合，对不对？然后这个午未相合，这个就是六合，地支的六合，对不对？地支六合啊，这个地支三合啊，行。然后除了地支六合，还有一个天干五合，对不对？天干五合，天干五合里面有什么？甲己合，对不对？啊，甲己合，然后这个乙庚合，然后这个丙辛合，还有一个丁壬合，还有一个戊癸合，对不对？这就是天干五合，这就是合的关系了。那除去合的关系啊，还有什么呢？刑冲啊，那就是地支六冲，对不对？地支六冲其实最好记的，对不对？子午冲，然后这个丑未冲，然后这个寅申冲，然后还有这个寅后面是谁？卯酉冲，对不对？啊，卯酉冲，然后这个辰戌冲、巳亥冲，那这就是啊，地支六冲，还有一个会，会是最简单的，对不对？啊，地支三会，寅卯辰三会东方木嘛。
然后这个四五位三会南方火，然后这个申申酉戌三会西方金亥子丑三会北方水啊，基本上就这些东西了，对不对？就这些东西，这就第二个，我们刑冲合会啊，就这些东西。那里面的原理啊，尤其是刑这一块，对不对？刑与合是和我们的这个啊十二生旺库它连在一起的啊，连在一起的，就是寅申巳亥巳长生辰戌丑未巳木库子午卯酉巳地旺啊，他们啊延伸出来的啊，我们的这个三合三刑啊，三合三刑。那么除去这些，我们说这是第二个我们大家需要掌握的。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这个实干禄爵啊。什么叫实干禄爵？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啊，十二生旺库嘛，对不对？实干就是十个天干的意思啊，十个天干他们的禄位和爵位分别在哪里？分别在哪里呢？甲禄在寅，对不对？甲禄在寅，爵在禄爵，禄爵嘛，一个禄位，一个爵位啊。甲禄在寅，爵在申啊，乙禄在卯，爵在酉，对不对？那么到哪一个？丙禄在巳啊，爵在哪？爵在亥，对不对？这个爵禄与爵位他们两个是相冲的关系，地支六冲嘛，对不对？那你甲禄在寅，寅和谁冲？寅和申冲啊。乙禄在卯，卯和谁冲？你想啊，禄在卯，爵在哪？卯和酉相冲，对不对？卯酉冲嘛。丙禄在巳啊，巳和谁冲？巳与亥相冲的。那么我们接着写啊，丁禄在午啊，爵在哪儿？午和谁相冲啊？子午冲，对不对？爵在子嘛。甲禄在寅啊，爵在申；乙禄在卯，爵在酉啊。丙禄在巳，爵在亥；丁禄在午，爵在子。下面到哪个？甲乙丙丁戊啊，到戊了，对不对？戊和丙是一样的啊，土忌于火里面啊，所以呢，戊禄在巳啊，爵在亥，然后这个己禄在午，爵在子啊，爵在子，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甲乙丙丁戊己庚了，对不对啊？庚禄在哪？庚禄在申呢啊，爵在哪？你想啊，庚禄在申啊，申和谁是相冲的呀？申和谁相冲？和寅相冲，对不对？寅申冲嘛啊，寅申冲。那庚辛，对不对？辛禄在酉，爵在哪啊？爵啊，酉和谁冲？一想，心里一想啊，酉卯酉冲啊，爵在卯，对不对？卯酉冲。庚辛壬啊，壬禄在哪？壬禄在亥，对不对？壬禄在亥啊，爵在哪？你想啊，亥和谁是相冲的呀？是不是和巳相冲的呀？巳亥冲，对不对？巳亥冲。然后还剩最后一个癸啊，癸禄在哪里？癸禄在子，对不对？爵在子和谁冲啊？子午，对不对？子午冲，你想，心里想，就冲。那这样记起来呢，应该还比较好记一些。那么这里面甲禄在寅，乙禄在卯，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地支藏干的问题。地支藏干，那地支藏干，你这么我们这样来看，甲禄在寅，所以寅藏什么呢？寅的本气一定是甲呀，对不对？甲禄在寅啊，那么寅具体藏什么？藏甲丙戊，对不对？甲丙戊在里面。那乙禄在卯啊，卯藏什么？卯就藏乙呀，对不对？然后丙禄在巳，巳藏什么？丙戊庚啊，丙戊庚。你看它的本气是不是跟它一样的呀？完全一样的啊。丁禄在午，午藏什么？午藏丁己。然后这个戊禄在巳啊，巳藏什么？啊，巳藏什么？丙戊庚，对不对？丙戊庚，它跟我们的这个丙火，这字打的是一样的啊，这个庚也错了啊。丙戊庚，然后午藏丁己，跟上面一样的啊。
然后庚禄在申呢，申藏什么？你想啊，本气一定是庚了，对不对？庚壬午啊，庚壬午。然后辛禄在酉，酉藏什么？有藏心，你就想本气一定跟他一样，他这个在禄位的本气一定是跟他一样的啊。人禄在亥，亥藏什么？亥藏人甲，对不对？人甲呀，啊，你想想甲木的长生是不是在亥？甲木长生在亥啊，所以亥藏人甲啊，藏他的本气和这个木的长生。然后这个人禄在子，子藏什么啊？这个鬼禄在子，子就藏一个癸水嘛，子藏癸，这就是这个时干禄绝。我们再引申一下，它里面啊地支藏干的问题是不是也解决了？它对应的这个本气啊，你看跟它禄位啊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时干禄绝啊，时干禄绝。那懂了这些啊，我们还有第四个基础知识，对不对？第四个大家最好掌握的就是这个啊六亲啊定位，对不对？六亲定位。什么叫六亲定位啊？就是啊，正财为妻啊，什么偏财为妾，是不是？哎，妾怎么拼的呢？啊，就这么。然后除了偏财为妾，还为什么？还为父亲，对不对？啊，正官七煞啊，男命为子女，对不对？女命为什么？女命为丈夫，对不对？然后这个食神伤官啊，食神伤官，男命为啊为没有，对不对？啊为没有，然后女命为啊子女啊，女命为子女，还有这个正印啊偏印。正印为母亲，对不对？偏印为后母，啊，还有什么？正财、正官、七煞，啊，比肩劫财，比肩劫财，比肩劫财为什么？兄弟姐妹啊，兄弟姐妹。那一共就这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时辰定位里面讲这个年柱的年龄，对不对？啊，一杠十五，啊，然后这个月柱。16到30，日柱31到45，时柱也就是这个46，一直到最后，对不对？一直到最后，基本上就这些东西啊。第一个时辰生克啊，哪个克哪个，哪个生哪个。第二个我们的这个刑冲合会啊，刑冲合会跟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啊寅申巳亥巳长生辰戌丑未巳木库，还有子午卯酉巳正巳地旺啊，这个大家把它结合起来啊，结合起来再来理解一次啊，再来理解一次，就是啊理解了这个你就知道啊里面的刑啊记起来更好记了，对不对啊？巳长生、巳木库、巳地旺里面分别带着啊，有一个带三刑啊，两个带三刑，一个带子卯刑，还剩下那没用上的啊，它就成什么自刑的啊，自刑的。那十二地支啊，哪个都没跑过啊，都有刑在里面，都有刑在里面。然后除去这些呢啊，长生、木库、地旺三个啊，我其实是长生、地旺加木库啊，最开始、最旺和最后，那它三个加起来就是它的一生啊，它的一生怎么样？成三合啊，成三合。亥卯未三合木，寅午戌三合火，巳酉丑三合金，申子辰三合水。你这样一合啊，你就知道啊，这个在哪里用呢？啊，三合三会成局，取格局的啊，取格局的。那这样就了解了啊，了解了我们的基础知识刑冲合会啊，大家把它穿起来。除了刑冲合会啊，时干禄绝啊，时干禄绝，或者你说啊，我就记十二生旺库啊，也可以。那甲禄在寅，乙禄在卯啊，丙禄在巳，丁禄在午，庚禄在申，辛禄在酉，壬禄在亥啊，癸禄在子。那么你可以，其实说我们说你只记啊它的禄位就可以，对不对？因为禄位你知道，爵位你肯定就知道了，因为你还知道这个禄位与爵位是互冲的关系，就是地支六冲嘛。甲禄在寅啊，寅的跟寅互冲的，那不就是申吗？申其实是什么？秋天，对不对？我们再延伸来讲，你说甲禄在寅，
甲路在寅，甲路为什么在寅啊？甲这股气啊，在春天啊，环境好，对不对？它能长得旺啊，长得旺啊，所以它比较好的阶段是在春天啊，在寅月啊，在寅月。那到秋天，绝在申，申是不是秋天？到了秋天，这个啊，大家说这个树木还能长得好吗？长不好了，对不对？树叶都掉了，绝了嘛，对不对？甲路在寅，绝在申啊，其他都是一样的啊。你说丙路在巳。丙路在巳，丙为火呀，火在夏天当然旺了，绝在亥，亥什么？亥为水，为冬天嘛，就绝了啊，就绝了。相对应的水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壬路在亥啊，为什么壬路在亥？水嘛，它本身就是水，在冬天比较旺的，绝在哪儿？绝在夏天啊，绝在夏天，也就是跟它对位的。你想一下，就是一冷一热嘛，对不对？一冷一热，一春一秋啊，一夏一冬啊，基本上就是说了半天。四季之变化，对不对啊？四季之变化，你甲乙丙丁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五行，他们生在四季的时候旺衰自然不同啊，自然不同，只不过把它分得细了一些，分到十二个月里面去了。那就哪个月啊好一点啊，哪个月更好一点，哪个月最好啊，哪个月啊最旺，哪个月啊开始又往下走了，对不对啊？到哪个月啊最不好了，绝了啊，那么整个的我们感性一点来理解，它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只不过啊，这一套规则呢，我们把它啊熟记于心了，慢慢的啊，慢慢的，也并不是说咱们今天把它串一下，你就马上把它记住了。我觉得也不大现实啊，不大可能。我们以后再讲这些这个课程啊，可以跟大家再多聊一聊这些问题啊，多串一串。你说这些东西，我觉得已经最基础了啊，最基础就是我们啊要去。啊，算命啊，要去算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就像是我们做数学题的小九九啊，小九九，慢慢的把它啊烂熟于心啊，你这样啊就会更轻松一些啊，更轻松一些。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啊再去，你说我要再去研究一下啊，甲为什么是甲啊，乙为什么是乙？那我觉得我们在课上就不讲这些问题了，大家下来呢可以自己再去研究研究，对不对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到底。从哪来呀？我们讲的是从阴阳到五行，再到天干，再到地支，这样一顺啊捋下来的，对不对啊？这样还是比较顺的。你说我们要是再去啊，从它的起源再去了解啊，也行。我觉得我们课上就不讲这些东西了啊。如果说我们在这些基础的知识上啊走得太深太远了，我们啊耽误事儿，对不对？耽误事儿，耽误我们后面的啊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啊，比较这种宏观的东西啊，还是啊我觉得更重要一些，这样让大家更有兴趣啊，更有兴趣。你说我这个学了半天这些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啊，拿个八字还不会看啊，这不是很受挫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些基础呢，我们慢慢的把它记住啊，慢慢把它记住。好，然后我们说完这些呢，我们就切回来啊，我们切到一个啊我们的刚才的 PPT 啊，刚才的 PPT， 稍等一下啊。OK， 我们切回来。其实这里呢，也给大家这个在 PPT 里面有写啊，有写，就是我们的这个时辰生克啊，都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你们自己也能写，这个自己你们自己下来，大家可以尝试着自己啊，就把这些啊，我都不看，对不对？我找一个本子，或者说我找一个电脑上空白的地方，我就开始写。你每天写一遍。我觉得你写三天你都记得很熟了啊，记得很熟了。或者说你说我啊记性实在不太好，但连着七天，对不对？连着七天没事写一写啊。你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什么一个什么问题呢啊，自己哪儿呢没掌握住啊，没掌握好的，你就发现问题了啊，发现问题。那么时辰生克啊，刑冲合会，食伤禄绝，六亲定位啊，基本就这四大类啊，四大类。这就是最基础的东西了啊，最基础的。你说还有没有别的？说什么相害相穿的这些东西，我们先不管它啊，先不管它，搞得太复杂了，没有必要的啊。最主要、最核心的就这四类啊，就这四类。好，我们接着往后说啊。那么顺应的五大格局，昨天咱们讲正官格，今天跟大家讲一讲财格啊，不管是正财格还是偏财格，两个是绑一起的啊，所以我们一起讲。那么财格呢？啊，所谓这个
正财格、偏财格，大家都学会啊取格局的方法了，对不对啊？一天透地藏，二啊三合三会，三四见啊，四我勉强取。那么最典型的，我们举例就举最典型的啊，在月柱啊，它这个偏财啊，天透地藏了，对不对？戊申嘛，啊戊申，你说这个甲木生在申月，它好吗？其实这个不好，对不对？甲木在申月。绝了吗？这不是啊，甲禄在寅，绝在申呢，对不对？他在这个申月，他是不得令的啊，他是不得令的。但是我们去看他的格局，说他绝在申，不得令，他怎么样？他有很大几率，他是一个身弱的，对不对？身弱不能托财官嘛，啊，你尽管走一个偏财格，但是你身太弱，你这个钱也不大能拿得住，不大能存得下，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偏财成格在月主。所谓顺用，就是他不能被克啊，他这种格的啊，你说他本来，当然我们说，从甲木生在申月，我们就不能直接断定他身弱，对不对？他还有啊这种其他的三个地支，还有这个两个天干啊，还有三个天干，我们再来确定他到底身强身弱嘛，对不对？那。只不过他是不得月令的帮助而已，就是生的月份不大好，对不对？在这个想甲木生在秋天了啊，不大好啊，一般那不得助，那么不得令啊，不得令。那么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啊，去看他的时候啊，我们先说这个格局的事啊，先说格局旺衰的事，我们先把它撇在一边去，好吧？那么他成财格偏财格，大家知道从食神的生克里面来讲，财怕什么呀？什么克财呀？比肩劫财克财的，对不对？比肩劫财克财。那么我们说普通人不是正财格偏财格的，他遇到比肩劫财啊，也就是啊破点财啊，花点钱啊，花点钱啊，比肩破财，劫财破财，其实也不用害怕啊。我们每天起来每天都是破财的嘛，对吧？抽烟喝酒啊，坐车吃饭啊，都是花钱的啊，都是花钱。那么走财格的人他就有点不大一样了，走财格的人遇到比肩劫财怎么样，就破他的财格，他就会怎么样，破产啊，一下子啊破财很大很大。那么不能被克呀，我们说财格是顺用的，不能被克。那什么克他呢？比肩劫财是克财的，对不对？比肩劫财克财。那么放到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来讲，比如说戊为啊偏财，戊为土啊，对不对？什么克财呀？比肩劫财克财，也就是见甲和乙，他就有点危险了，对不对？比如说他在这个八字里面自己带甲或者带乙的，那就有点危险了啊，有点危险了。那么或者说大运流年走一个什么甲申年呀，啊甲戌年呀，对不对啊？都可以啊，都是带甲过来的比肩嘛，一见就害怕了。然后这个乙。啊，比如说乙丑年呀，啊，乙巳啊，乙未呀，啊，这一类的，都一样啊，都是克他的格局，克他的财格，这个打清楚啊。这个后面咱们应该有讲哈 ，PPT 啊。那么正财格偏财格，我们说他第一个呢，他喜欢什么？他喜欢食伤来生财啊，走财格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从年柱天干啊，年柱天干透到。这个日柱的地支，这不是偏财吗？大家看这个黄色的啊，黄色的偏财的这个背景为黄色，它就是偏财格。哎呦，这个啊，他从二十来岁一直到啊，这个四十多岁啊，都做了一个事儿啊，偏财格啊，可能做了一个什么生意，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他其他的啊几个字里面有没有食神出现呀？地支也好，天干也好，那有没有食神呢？如果有食神有伤官，这就是生财的，那他这个格局就会变强了，对不对？我们说格局有强有弱呀，那格局比如大家都是偏财格，对不对？都是偏财格，一个人有食神相助，一个人没有食神相助，那他们俩的格局就有强有弱了，对不对？有食神的就强啊，没有食神的就弱一些，有食神的可能一年挣100万啊，没有食神的呢一年挣50万，对不对？差了意思了啊，差点意思。这就是格局之强弱啊，格局之强弱。那么这里面呢，第一个啊，财格喜欢食神来生，喜欢伤官来生。食神生财嘛，这还是
食神生客，对不对？还是食神生客，食神食伤生财，第一个喜欢的。然后第二个呢，他怕什么呢？怕比劫来克啊，比劫来克，比劫克财呀，对不对？你走财格，然后又有很，你八字里面有很多这个比肩劫财的，那你这个很难发财了，对不对？很难发财了，而且事业做得不顺呢，啊，做得不顺。那怎么解呢？怎么解？我们用什么来？有两种解法，昨天跟大家说的，一个叫通关用神，对不对啊？有人克我啊，我给中间加一道屏障，找一个说和人啊，中间人来调和一下啊。那么比肩劫财啊，克财，我要找调和人，找谁呢？啊，你想一下，比劫啊生食伤，对不对啊？比劫生食伤，食伤生财，哎。这个食神伤官是不是挺合适的呀，对不对？我这个走财格的，然后我八字里面还带了一些劫财，带了一些比肩啊，挺气人的，专门啊破我的财格呀。那这个时候我们用神啊，想一想，通关用神，那么一想，食神伤官合适啊，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八字里面自己带的这些比肩劫财，一遇到食神伤官，他就去生食神伤官，就把他的力量给了食神伤官，对不对？他就不再忙着克你的财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通关用神的。通关用神，像我们这个例子是谁呢？啊，就是食神伤官，对不对？食神伤官为通关用神，所以这个日主在遇到食神年。食神大运啊，伤官年，伤官大运的时候，他的事业会有起色啊，会有起色，会比现在这种情况要好啊，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开始走好运了，对不对？我一下走十年的食神大运，那你肯定发财了，对不对？你的比肩劫财啊，生食神，食神在生财。相当于你的格局本来啊挣五十万的，对不对？挣五十万的，然后到了食神年，啊，涨到一百万，对不对？或者说我平时我现在就每天都生意有赔有赚，基本上不赚钱的，对不对？那你走食神年或者是大运不一样了，对不对？不一样了，一年挣个十几二十万的，对不对？二十万三十万的，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变化。这个是啊，通关用神啊，通关用神。OK， 我们接着往后说啊。那么除了通关用神，咱们昨天还讲了一个叫病药用神，对不对？就是啊，有人来啊克我的格局啊，破我的格局。第一个我找个说和人，我没找到啊，说了半天没有人愿意来办这个事儿啊，嫌麻烦，怎么样啊？我干脆啊，我直接用点药，对不对？我把这个啊克我的，我给他啊干掉，对不对？给他干掉。那谁来克我呢？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比肩劫财啊，一直在这里捣乱。你就想象一下，比肩劫财，我要是直接用药来毒他，哪一个比较厉害一点，正好克制他的啊？十个神里面就是正官七煞，对不对？官煞克比劫嘛，对不对？官煞克比劫，那你就啊，我就把官煞拿过来来治他啊，来治他。那么这个就叫呢病药用神啊，我拿官煞一来，把这个比肩劫财就给克制住，他就没有办法再去伤害我的财格了，对不对？没有办法来伤害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走一个好运了啊，走一个好运。这个是啊，病药用神啊，病药用神，两种解药，对不对？一个通关，另外一个病药啊，直接给他撒点药粉啊，毒他一下啊，毒他一下。这个就是啊，比劫来克的啊，我们第二种解法，病药用神。那么财格还怕什么呢？除了怕被克啊，怕被克，就是比劫来克他，他还怕一个东西，就是怕被合啊，怕被合。就是这里的合，比如说按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来讲啊，按我们这个例子来讲，这个甲木日主走偏财格的，对不对？偏财格，大家看天干啊，戊癸是不是两个有合呀？而戊呢，就是他在天干的偏财，就是他的格局会被合呀，他的这个事业，他这份啊挣的这些钱呢，被合了，戊癸合嘛，你一合怎么样？你这个钱赚起来啊，赚是赚了，但是呢用起来不大自由啊，赚了钱啊，老婆过来了，对不对啊？都上缴了啊，都上缴，交给媳妇儿保管了啊，自己花不着
啊，每天拿20块钱啊，买包烟抽，对吧？吃点饭啊，这样，或者说他还会，其实还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比如说弟弟啊过来借钱了，对不对啊？你能不借吗？啊，你就这个钱你挣了是挣了，但是自己用起来不太自由，或者说你的这个钱都用在一些啊不动产上面，对不对？我赚了钱，我扩建工厂啊，扩建工厂，或者说啊扩大门店，本来一个店我又扩了两个店啊，我这个都是一些啊又投入又这个再次投资又出去了啊，这些钱你用不着啊，你用不着。你想我说我这个买辆好车开开吧啊，没有钱，没有钱，这就是被合呀啊，被合不好啊，不好。与日主以外的来合啊，这一点大家要清楚啊。如果说你的格局是跟日主，比如说这个甲木，跟甲木有合的，那反而为好，就是格局跟你自己有合的，反而为好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啊，怕被合。那合呢，两种情况：第一个啊，跟日主以外的啊有合啊，天干也好，地支也好，都带合的，那不好啊，不好。那如果说跟日主它可以合，那反而好啊，反而好，就是这个钱这不就归你自己了吗？跟你合了吗？然后啊这里有写啊，这里有写，像这个例子，我们甲木日主啊做五，对不对啊？走一个正财格啊，正财格，那甲己是不是合呀？天干甲己两个是合的呀，那两个一合，那你这个钱归自己了，对不对？自己花着舒心了啊，舒心了，与日主合反而好，好吧？这个大家清楚啊，这是啊正财偏财格啊，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啊，都一样的啊，都一样。那么财格还怕什么呢？其实所有的格局啊都怕刑冲，对不对？都怕刑冲。像我们这个例子啊，甲木日主啊也是正财格，跟刚才例子一样的正财格，但是他这个五呢，在这个日柱地支和时柱地支两个带冲的，子午这不是互冲吗？对不对？那你互冲的时候，那你这个事情做的就不顺了，对不对？不稳定啊，啊不稳定，多变呢，啊经常出点什么事啊，不太顺利了啊，不太顺利。这就是啊怕被冲啊，怕被冲。那么除了怕被冲呢，还怕被刑，对不对啊？那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例子，甲木日主啊，还是走一个正财格。啊，稍等，我回个微信啊。那像我们这个例子呢，啊，财格啊，财格怕被刑，对不对？五五自刑嘛，对不对？五五自刑啊。然后这个，哎，五五是不是自刑？我有点脑袋懵掉了，应该是吧？然后这个财格怕被刑啊，五五应该是自刑啊。然后这个我们说他走正财格，对不对？正财格，然后在他的日柱地支，然后时柱地支，两个都是五，对不对？都是五，两个五啊，他自省自己啊，可能做这件事情啊，自己内心有点矛盾了，对不对啊？自己啊，觉得啊，这些事情啊，总是哪里有点不对，是不是啊？自己琢磨啊，犹豫啊，犹豫做事情啊，瞻前顾后，想的太多啊，想的太多，这是一种啊。那么还有呢？啊，我们说财格日主要强啊，要强。什么叫财格日主要强呢？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啊，给你们编译啊，零零啊，这个甲寅啊，啊，没有劫财格啊，没有劫财格，劫财会成什么阳刃格啊？阳刃格，这个过两天我们会讲这个事情啊。然后比如说这个例子，戊申啊，这个甲寅，对不对？甲木生在申月呀，啊，甲木生在申月啊，日主就弱，对不对？日主就弱。然后呢，戊呢
为甲的偏财，对不对？偏财，然后寅呢，藏一个甲丙戊，所以它是一个偏财格。月柱天干，然后引到这个月柱的地支啊，引到月柱地支偏财格。那偏财格，我们说这个甲木日主生在申月啊，生在申月，它基本上是一个不得令啊。我们假设它弱，因为我们天干地支啊，这个年柱和时柱没有写嘛。如果说这个人比较弱的啊，他走偏财格，那他挣钱就会很辛苦，就很辛苦，然后挣到的钱呢啊，也不大能留得住，不大能存得住的这种感觉啊。虽然说啊有事业有工作能做事情，但是这个钱挣得非常之辛苦，这就是他身弱啊，身弱。那你说身弱的时候，我们再去给他用神，比如说呢，他这个自己带比肩劫财啊，自己带比肩劫财，那破他的财格，他这个基本上不大好挣钱，过得会比较困难一些了，对不对啊？比较困难一些。那么我们见到比肩劫财，刚才讲跟大家说这个要用什么啊？用给他来治，对不对？一个通关的啊，我们说通关用神用什么？用这个食伤，对不对？那你通关食伤，你拿食伤过来啊，日主是不是生食伤的呀？那你日主生食伤是不是泄力啊？你本来就弱，那你就更弱了。所以这里用通关用神用食伤好吗？啊，不大好，对不对？你太弱了嘛。那这是一个啊，那你说我这个不用通关，我用病药啊，我用病药试一试，对不对？病药用神是哪个呢？是这个官煞，对不对？你用官煞来治比劫啊，它破我的财啊，我治一下。那你想象一下，官煞是不是克比劫呀？克比劫的同时也克什么呀？也克日主啊。你本来就弱，再克一下就更弱了，对不对？你这个钱挣的啊更辛苦了啊，更辛苦了。好吧，这个是病药通关啊，你身弱的时候啊都不大好使啊，都不大好使。这个时候可以用什么呢？可以用印的啊，可以用印呀、啊。比如你走财格啊，身弱啊，用印啊，用印。先来啊，扶一扶身的啊，先来扶，让你身强一点，然后看一看比劫里面啊，我们你比如说你这个。大运流年里面啊，如果说你的这个给你带来的既有印啊又有官，那是不是反而就更好了呀？你官杀去克比劫，印来扶身嘛，对不对？身也强了，然后比劫也被干掉了，那你这个走好运了，对不对？走好运了。或者说你用这个印加食神伤官，是不是也可以呀、啊？印加食伤也可以，印来扶身，食伤来通关嘛，对不对啊？比劫这个生食伤，食伤生财啊，食伤生财，然后印呢把你自己加强一点啊，加强一点。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取用神啊，或者说是我们在给他抓药的时候，对不对啊？还是要灵活一点啊。我们要考虑啊，日主身强身弱的问题啊，身强身弱的问题，这个我们后面再跟大家具体的去说，我们会具体啊来讲这个取用神的问题。大家听到这儿呢，就是我们讲完正官格，讲完啊财格，基本上你对啊几大格局的这种啊病所在应该有点了解了，有点感觉了，对不对？他的病的来源在哪儿？病的来源就在于有人破他的格局，对不对？破他的格局，他走财格啊，比肩劫财来克啊，他走印格啊，这个财啊又来克啊，又来克。这里所说的来克他的，可能他八字里自己有，或者来自于外界，对不对？来自于大运流年的啊，总有人来捣乱的，那这个就会形成一种病症啊，形成一种病症。然后我们再给这种小毛病去抓药的时候呢，就涉及到取用神的问题了，对不对？我们到底取哪种用神啊，来帮助日主让他改变
现在的这种不太好的局面啊，啊生病了啊，给他治一治啊，生病给他治愈，这个就是所谓的取用神，这个咱们会单独来讲。那么大家听到正官正财啊这两个格局啊，包括偏财格啊，大家理解了它的逻辑，那么其他的几个呢啊也都一样啊，一样，比如说食神格。是这个怕什么呢？什么克食神呀？印克食伤，对不对？你走食神格的啊，那你怕印来克，对不对？你正印偏印都一样，对不对？那食伤呢？又对女人来说又是什么？又是孩子啊。那印是什么？印是啊，学识，学识。我们总说这个，以前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不是啊？它还是啊，有一点点道理在里面，有一点点道理。就是这个啊，女命。身不要太强啊，身不要太强啊！有些学员一看这个啊，自己按照我们以前公开课的讲法，他大概算了一下啊，我得了十分，是不是啊？女命得了十分，他还有点担心，是不是？其实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就是踏踏实实上上班，然后在家里带带孩子啊，然后做做饭、洗洗衣服，然后上个闲班，对不对？每天。啊，八九点去上班，然后这个五六点就能下班的这种，我觉得还好啊。你在事业上面没有太高的追求的话，我觉得就无所谓了啊。保证一个啊，自己有点技能，能有收入啊，比较稳定一些，然后这个家庭生活照顾的比较好一些，我觉得就无所谓了啊。你十分就十分呗啊，弱一点就弱一点了，对不对？那如果说啊，我就啊，有一些女性啊。我见过一些就是也不大喜欢结婚的啊，正常谈男朋友，然后这个在事业上面啊奋斗的，对不对？这种女性通常也身强一些啊，身强，她的啊心气儿高一些，对不对？心气儿高一些。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男性啊，男性啊，当然我们说这个身强一些好，对不对？身强一些好，当然不绝对了，因为我们生下来强与弱我们自己已经改变不了了啊，已经改变不了了。所以大家这个学这个啊，我觉得关键的是去把握自己的运势啊，把握自己运势，后面哪些时候会好啊，哪些时候不太好啊，对不对？自己提前有一个预判啊，有预判啊，也研究研究自己。通过食神，我觉得很多同学啊，应该有一些感觉，看一看自己的啊，我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对不对？很多人其实都不太了解自己。啊，不太了解，因为啊，可能不大有时间停下来啊，去想一想自己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或者说啊，有些时候别人的评价呢，也不大能听得进去了，对不对？啊，你可能认为的你自己啊，是这个吴彦祖、彭于晏一样的这样帅气无比，对不对？但是呢，啊，然后这个啊，朋友来评价一下，可能就是啊，差一点啊，差一点，就是你心中所想象的自己，跟别人所认识的你呢？大概是两个人啊，大概是两个人，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好，我们这个就说这么多。然后那个，大家学这个格局这块，或者说我们今天这节课，大家就掌握啊，从我们的正官格啊延伸到啊财格，它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大家取的格局不一样了。啊，不一样。然后他们啊，病症所在以及用药治疗基本上也差不多，对不对？啊，就是找通关呀，啊，找这个啊，克制它的病药啊，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思路下来，大家把这个理解一下。然后我们下节课呢，基本上把我们的顺用的和逆用的大家都讲一讲啊，一带而过了啊，一带而过了。因为你理解了其中的啊一两个之后呢，其他逻辑基本上是一样。啊，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往后讲呢，就讲一讲我们的用神啊，讲一讲我们的大运流年啊，包括拿女命，我们单独拿出来的再去深入的去讲一讲。因为这个，我觉得，命理里面十二伤亡库这一块呢，确实是一个啊比较重要的，然后这个啊也比较在应用起来啊有点复杂的东西。我们通过女命呢啊来实际的去看啊，到底怎么样去看它，好吧？然后。其他的问题应该没有了啊，我们今天应该差不多了啊，今天差不多。好，药是不是要等到那个年而不能自己？药呢，其实也可以自己找一找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啊工作方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给你找一个
啊，喜用神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我们看完你的这个八字啊，你的这个喜用神是这个庚金啊，我们说这个庚金对你比较好，那庚是哪里呀？庚是西方，对不对？秋天，对不对啊？庚是西方，是秋天，那你怎么样？我可以在我出生的地方啊，啊西边，比如说我出生在南京，然后考虑一下我去武汉工作，对不对？我往西走一走，因为我在西边对我有利啊，对不对？啊，我喜欢这股啊金的气啊，对不对？啊，或者说这个啊，你比如说你的庚是喜用，那你偏要你出生在南京，我就要到上海去上班，你要跑到东边去，庚金在东方，或者是在春天，为死绝之地，对不对？庚金在春天，在东方为死绝之地，你非要跑到那边去，那你应该是不太顺利的啊，反而不太好了，对不对？你要找一些对你比较好的。那么金呢，你还可以在啊颜色上面啊去调节一下，在名字上面去调节一下，对不对啊？找你喜欢的这个用神的目的，就是我们在啊寻找解药的时候，要么从八字里边找，对不对啊？要么从大运流年找，啊都没找到啊，我从这个啊工作方位找一找，对不对？工作方位我调节一下，对不对啊？名字啊，我弄一个这个对我好一点的，对不对？然后这个颜色的衣服啊，我改一改，对不对？啊，都是方法啊，都是方法啊。天干正官，地支伤官，是不是就是伤官见官或败官？这个不一定了啊，这个不一定了。你看你正官能不能成格呢？啊，你正官成格，有格就是尤其的怕啊，正官成格尤其的怕。如果说不成格的，有正官有伤官，对女命来说，带伤官的，伤官克正官，对不对？他就是他有点克夫，跟他老公呢不大能处得来啊。然后我们也要看这个发生在哪一柱，对不对？发生在哪一柱？发生在十柱啊，基本上也就那样了，对不对？发生在十柱就晚年了嘛，对不对？晚年了。如果在月柱，那就需要格外的重视一些了，对不对？格外的重视一些。好，然后我们我看一下我们作业啊，本周作业整理取格局的四柱上啊，这个相信大家已经整理过了啊，整理过了。然后十种常见格局的喜忌啊，这个你们应该整理不出来，应该整理不出来，我把这个作业改一下。整理正官格财格的喜忌吧，然后理解并用神通关用神，然后我们的讲到的四大基础知识啊，四大基础知识啊，大家可以这个自己默写吧，好吧。加深理解啊，加深理解，基本上就这个。我觉得这个四大基础知识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好多同学他学这个东西，他也不是说那个后面他要这个跟我们做兼职啊还是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想自己看看哈、啊、自己看看自己感兴趣，然后把握一下自己的运势啊，把握自己的运势。但是你说这些基础知识啊，你这个掌握的不牢靠的话啊，大概也看不出来，对不对啊？看起来很慢啊，也很慢啊，小九九不会做数学题那肯定难了，对不对？肯定难了。OK， 我觉得这是本周作业啊，大家这个下面啊好好做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课件呢，我会稍后把它啊再更新一下啊，更新一下，放到我们的这个啊你们的这个 APP 里面啊，软件里面，好吧？日主旺衰用神与调后用神和助格局用神哪个更重要啊？调后用神和助格局的用神更重要一些啊，日主的旺衰有时候我们可以啊不用那么特别的在意。你说啊财格啊，我们以财格举例啊，怕比劫，对不对？这种比劫过来破财格是很要命的，对不对？你这啊不是你干活累不累的问题了，对不对？你像日主的旺衰啊，
他是一个什么？一个有没有那个心思？另外一个挣这个钱容易不容易？累不累呀、啊？对不对？啊，有些人宁愿累一点，但是我就要挣到这个钱。那你就怎么样？你就要用住格局的用神，对不对？我就给你把比劫啊，这个给你去掉啊，给你要掉啊，给它读掉啊就可以了啊。我是累一点，但是我一年挣了100万，我也挺开心的，对不对？我也挺开心的。那么，当然我们说找要找最好的嘛，对不对？让他做起来也没有那么累，然后这个啊格局呢也能给他把这个啊有病的部分给他去掉，这当然最好了。是不是啊？找就找最好的方法嘛！啊，如果说实在找不到，我们啊，退而求其次啊，退而求其次，那我们就先给他把病给他治掉啊。至于你强弱的问题啊，我们再通过其他的方法再想想办法，对不对？啊，长青说我的艺名还没有定吗？啊，你稍后给我发个微信好吧？给我发个微信，我看一下。然后日坐比劫咋办啊？日坐比劫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顶多就是，啊，我觉得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好吧？日坐比劫嘛，就是女性来讲，或者说男，其实这个比劫自坐啊，在这个男性来讲，就是有点啊，婚姻方面啊，有点这个，也不能说不太和谐吧，他心里有点别扭啊，心里有点别扭。女性来讲还好啊，还好，好吧？啊，火神造，我的艺名也没有定嘛。好，你们稍后再微信微我一下，好吧 ？OK， 然后我们上课就啊，先到这儿啊，先到这儿。然后这个，大家可以下课了，啊，各忙各的。然后没有艺名，怎么会还没有艺名呢？就那个微信我一下，好吧？日坐比劫又身弱，没事啊，问题不大。日坐比劫又身弱。比劫帮你的嘛，对不对？帮你的，你可能有了这个比劫，没有那么弱了嘛，对不对？反正别着急，我们这个慢慢讲啊，慢慢讲。行，我们下课吧，好吧？那个昭龙，你的问题可以给我发点微信，好吧？我看到会给你回的。OK， 我就下播了啊，我就下播了啊。王如贵没有艺名，大家没有艺名的，在微信上面微我一下，微我一下。好，我就下播了啊，大家下课吧。